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红烧的这个猪蹄，还有这个外婆菜，猪蹄。外婆菜炒的酸豆角，外婆菜现在有活动，618的活动，9.9发五包，啊，每包110克，9.9给大家发五包，可以炒鸡蛋、做蛋炒饭、包包子、包饺子都好吃，不辣。你一定不能炒久了，炒个40秒就出锅，炒久了不好吃。嗯，老香了。帮我点个赞吧，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